看那边好多的鸟啊，海鸟这经过养殖。嘘，哇，看到没有？经过养殖场这边好多的海鸟啊，全都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表妹啊，潮水退下了，来赶海了。看到那边啊，一直在那里打水啊，走过去了。哇，这里，看，一条金骨，抓金骨要小心哦。因为它的刺的话是非常的毒的，这里一排排的刺，要是被它吃到可以疼好久的。这里也有的，真的好漂亮一条鱼、啊、哇，这边又来一条咯，看，哇、哦、这里好大，甩我一脸的水，哎呦，哇，它又反过来了，哇，前面这里也有一条，你还想逃？哇、哦，漂亮吧？就是它的刺有点厉害了，好大一条啊！这个的话直接拿回去煲汤是比较好喝的。这里有条小的，这个是妈妈，这个是儿子，来，都到桶里来。哇，这里有两条，哦哟，鱼，好能弹，这个的话也要很小心才行。哇，这里有一条鱼的，先放桶里先。哇，抓了好几条了，都是金骨。哇，这里也有一条，那条鱼等一下再理它了。哎呦。大条，嘿嘿，这边，哇、哦，真的是哪里都有，哇、哦，哎，哇、哦，它游得好快，给它摁住就行了。拿来煲汤，那汤是奶白色的哦，看这里一整群的哦，全都是金菇，哎呀，再找找。两个眼睛的，看，哎呦，蠢蠢欲动了，哎呀，螃蟹一枚，壳在这里，这里有条鱼没发现。游得好快，哇，游远了，一下子窜走了，找不到了。如果是那种炸鱼的话，价格不高，哇，其实也是可以算了不管的。看，又来一只螃蟹了，还是螃蟹香。哎呀，拿到桶里了。哇，这里螃蟹，梭子蟹，这些螃蟹上岸很多，螃蟹上岸，这应该是产卵的，小小的。来了，哈哈，啊，那里，哎呦，哇，筋骨还会动的吗？
哎，会动的，会动的，会动的。哎呀，这里浅浅的，它跳到哪里去？一点一点一点的，很漂亮的鱼。这底下真的是好多那些。筋骨，哦，活的，活的，哎呦，才干那个，干那个跳跃，啊，这么大一条，它的皮是有点厚的，海草还真多，哦。这里有一条，哇哇，螃蟹！石头了，哦，这里有一个，嗯，直接把海草本弄海草把自己盖住，哈，哦呦，这个是什么的壳？哦。其他螃蟹蜕的壳在这里，就是给它带了。好好好，好重啊！哎呦，这里这里，哦，这是坏掉了，这是直接坏掉的，啊，又都烂了。哎。这里有条腿，应该是刚刚那些螃蟹的腿来的，太大了。哦，看看看，哦呀，还有那条鱼，这条鱼线，哦，哎呀，惊动到它了。八戒，哦，这里有一条鱼，咦，鳃很鲜，等下，那个是那个海，那个是啥来的？突然忘记了。我那个小八戒在这里，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嗯，螃蟹蜕壳，筋骨螃蟹，这个螃蟹蜕壳它很厉害的，它一下子可以大出好多倍的，这筋骨还是活的哦。这螃蟹，又来一只，好多。这是今天的收获，抓了满满一桶的金骨鱼，还有螃蟹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阿美的视频可以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了。这天气比较暗沉，所以说赶紧走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大雨。